快买了，快上千万了。哎、欸，像这雪狐玉一张都快50啊。嗯、啊，那个都很贵，我到时候跟你讲哪些钱。对。啊、所以我刚录了2年多、嗯，然后今年刚好是8S 七七抗战嘛，我想说刚来展、啊，然后第二就是也想说争这个话语权啊，因为目前话语权都被老公那边拿过去了嘛。哎、欸，对对对，哎、欸，对，这是雪狐，哎、欸，这个，对。